首耳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介绍耳语就好了。好，首先，为了不要有压轴的感觉，我先介绍我自己。我是通勤少年的吉他手阿伦。好，接下来在我左边这位是我们最优秀、最有天分、最勤勉、最专情、新好男人，我们的贝斯手阿斯。接下来是好，这个不拉塞，我刚刚都在拉塞。这个是我们最稳定，没有他我就不知道怎么玩出来，他真的教我很多东西。都在认真玩音乐的鼓手韶哥，最后就是你们来看这场表演的目的，我们通勤少年的 iPod， 我们的 keyboard 手兼主唱兼作曲兼作词兼编曲，我们唯一还单身的俊霖。我的歌跟俊霖非常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有共通点，就是我们的词都是昨天晚上才写好的，所以很可能会忘词。